望你为谁而踢球啊？为了谁踢球？对，你为了谁而踢球？为什么？大象，你为谁而踢球？张林农问你一个问题，你为了谁而踢球啊？然后为什么呀？你能说说吗？你为谁而踢球？你为谁而踢球？大华，为了谁而踢球？李博言，你是为了谁而踢球？为什么？小虎，你是为了谁踢球的呀？万超，你踢球为了谁呀？张志涵，你踢球是为了谁而踢呀？ Hi, Suwen, 你为了谁而踢球？我为梦想而踢球。啊？我的梦想是读好书、做好人、踢好球，每次训练都要努力，每场比赛当决赛踢。那你以后有什么期待？希望中国队能冲出亚洲。中国队加油！为了自己踢球，为了自己的荣誉，为了我自己以后有更好的事业来踢球，就是以后能为中国争光，能走出亚洲。可以啊，我为我自己踢球，踢球是因为也可以增加我的身体抵抗力，然后呢生病可以早点好起来。就是踢球有点累，但是我会坚持。为什么我爱踢球？是因为有一天我爸他在踢完球，让他一定乐一把，我看他自己玩了一会儿，我爸说他喜欢踢球，就给我报一个班。然后呢就开始喜欢踢球，我想踢到职业，长大了还有踢到国家队那种世界杯上拿个好成绩吧，长大进国家队踢上职业吧。我为我自己爱踢球，因为我想成为专业运动员，然后给我爸爸妈妈买一套房子。买一套房子。我觉得，为了带领中国闯入世界杯，还有自己也是很酷爱足球。没有，觉得足球就是一种强身健体、团体合作的运动。只要你大家团结，就什么事情都能做到。我觉得就是这些。我为了整个城阳踢球，因为韩导和爸爸和妈妈一直陪着我一起踢球。然后我当了明星了，有钱的时候给爸爸和妈妈和韩导买一辆法拉利。那个小飘阿姨没有吗？小飘阿姨只能买一个宝马。啊，加油！加油！我和我队友出去打比赛就是那么开心。没有为什么，我就喜欢踢球。啊，那你有没有你喜欢的足球明星？我有一个是比利时的阿扎尔，还有法国的姆巴佩和那个什么格里兹曼。我为自己而踢球，因为踢球让我快乐。每当进了球或者传一个好球时，我都为自己感到很自豪、很骄傲、很开心。每当 One eternity later， 每当我传一个好球、进一个好球时，我都会觉得很骄傲、很自豪、很快乐、很开心。每当我传了一个好球，队友为我举一个大拇指或说好球的时候，我觉得自己很努力。还有吗？没了。为了我自己，因为我想让我变得更强壮，获得更多的荣誉，让我身体变得更健康。足球让我学会了团队精神和在场上要拼搏，跟队友之间的沟通让我学会了坚持。为了我自己，因为为了增强自己的体质，二锻炼团队意识，三呢就是踢上职业就好了。我为了我自己，因为踢球能让我感受到快乐，还能让我锻炼身体，磨练意志。
第一我是喜好足球，所以我才踢球。嗯。二是为了爸爸妈妈，因为长大以后我想去外国的职业联赛去踢球，然后能为中国国足踢进世界杯，这样的话我能挣好多钱给爸爸妈妈。嗯，爸爸妈妈就能好好的过他们的日子。我一个一个说。我为我们家踢球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家很穷。那你踢球是为了钱吗？不，其实我不是为了钱，而是别现在就为了你的家踢球，对吧？嗯，因为我想当成球星，好好照顾家人。那你就别选了。